走出大酒店大门，哦，对面就是很漂亮的。翻过来，对，就是他们大门。今天要去五角天了，还是先去南大门。现在开始要走山路了。对啊，爬山的话，前面有一个试衣服的地方，咱们统一到前面哈，然后给大家讲一讲。对，上面。不是只单独的一个景点，是指我们虚实结合的虎啸八个景，像这一些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那虚实结合有些是虚的，只有下雨天才可以看得到的。那我们说从这边哈，第一个是登山之路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好汉坡，这是我们爬山的路。那这是我们的走山之路，叫懒汉坡。但是现在的人哈，我们都不叫懒汉，都是聪明的人，叫做智者之路，对不对？咱们先说说我们的好汉坡哈，往前走，葫芦就是小张刚刚让大家看的那个观景台，所看到的景呢，就是我们的天游峰。我们天游峰和虎啸园是两两对望的景色，而且景色肯定没有天游峰好，因为我们天游峰是看山环水绕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我们这边是只能看到山，不能看到水，景色跟天游峰相比是会差很多。往前走，这有个地面桥。地面桥呢，是以前道家修仙之人所走的一个桥，结识一个到达这里之后，就不要再走了，我们在这里集合。啊，我们是登山之路，登山之路最险的两条，第一个从这里到我们的群光，非常陡；还有一个呢，从这里哈，从冰溪洞下来这边有流泉的位置，中间有一个啊，中间地方，从这里走过来的话呢，最多25分钟。啊，这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茶园。那我们在这里天成茶园集合完之后呢，往玉女峰方向走。那我们雄狮贵宾都明白了吗？来走。来，雄狮贵宾有没有灯？好，这就是好汉坡啦。不爬也要装个样子啊！我靠！如果说你这三天自己一个人修道的过程当中，哎，你觉得你挺适应，或者说你很喜欢这种环境，或者说这种生活的话，行，一个板子嘞。这一根就是平安香了，嗯，上面很多钱，很多很多钱币。平安香，我在烧啊，嘿嘿。哦，这边比较是那个啦，嗯，这个悬崖呢，好景色嘞，景色。啊，那个是什么？这里那是咱较早咱台湾的实验室。有可能啊。嘿嘿嘿。再回头看，回头来。这都是凿出来的。好了，已经凿了。我们这个叫斗米峰，你看这个山峰叫斗米，我们以前五官的帽子，这就是我们叫斗米峰，叫就是。
两米的容器啦，就是这个了。龙米这边到吗？这边到啊。它的这又另外一边。那这边的话是大王峰，那就是文武双全的意思啊。然后到了天成禅院了。转上来，这里就有了，就看得到了。这是庙里边，这石刻的观世音菩萨的像。庙里边一般人不让照，不主张照。啊，有灵了。来看一看啊，有想照这边看一看啊。哎，人要照全身，菩萨要照全身啊。人与菩萨不要背着照，好了。人要照全身哈，菩萨要照全身，人不要背着菩萨照相进来哈。哎，照就照的全好，那个是。观世音的侧面照，我笑颜就是。封城这个这边绿芽子吹进来，当时跟大家一样啊，也是游客来这边来游玩。会有那个笑声。然后的话呢，在这里许下愿望，愿望达成之后呢，在90年代的时候，花了20万。跟观音好像是三分像妈祖，七分像观音，对不对？因为说我们这尊的话呢，我们捐资者还有雕刻者，都属于我们泉州。就是厦门、闽南这一类的人，对不对？信奉妈祖，有海上女神叫林默，对不对？信奉妈祖娘娘，所以呢，在这上面雕了。三叉路了，一家拢一家坐椅拢用石头切的呀，切个平平的，那个切。下去就到了马路了，然后走一米后，爬回来乘车。走下来就直接到西边了。
这个马路上警察就非常多，不要在这家。